各位观众，我是阿刺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到一个最近非常热门的模组，名叫 RL Craft。那 RL Craft 这模组是怎样的呢？据说在这模组里会发现不同种类的怪物，你想象到的怪物都有可能出现，而且这也是全猫科中最艰难的生存模式。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东西出没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当一名勇者，来挑战这个 RL Craft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go。那我们首先来创建新的世界，那世界名呢，我们就打 RL Craft， 然后游戏模式生存，然后创建新的世界。OK， 我们进到来了这个 RL Craft 的世界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是恐龙吗？哇，为什么恐龙在这里啊？然后那一只又是什么？哇，等一下，我是来到了侏罗纪世界吗？诶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精灵，又生成了精灵。哇，等一下有蜘蛛，哇，等一下有蜘蛛，有蜘蛛，有蜘蛛，有蜘蛛。哇，赶快逃！哇，一来就生成怪了，呼，好险。他们又跟上来了。然后这个 RL Craft 呢，是跟原版的 Minecraft 是不一样的。其中呢，就是它的树呢，都变得更真实了。而且呢，它还有落叶的动态效果，诶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哇，真的跟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。哇，真的超酷的。诶，前方那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前方那个什么？哇，等一下，又是恐龙吗？哇，没有看到的恐龙，诶，哇。这个是草食恐龙，幸好是草食恐龙，不然肉食的恐龙呢，我就完蛋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生存吧。然后在这 LK 的世界里呢，徒手打树是无效的，就是徒手打树呢是得不到木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用斧头来挖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来寻找砾石，哪里有砾石呢？哦，看到了，就在这里。然后我们来挖一些砾石，哦，挖那些砾石呢，就会掉出这个碎石，我们需要碎石，那我们来挖多一些吧。哦，又有了。OK， 好了，有四个了。得到这些碎石之后呢，我们要来丢碎这个碎石。我们要找一个坚硬的地上才能丢碎这个碎石。哦，就这里吧。诶，底下，哇，底下那个是什么？哇，底下那个是巨人吗？底下这个巨人会攻击人吗？我很怕他会攻击我，诶，是单眼巨人，诶。哇，底下还攻击人呢。啊！我竟然被独眼巨人杀死了。然后呢，我又生成到了哪里了？诶，底下这里是冰原吗？哇，在这里想象到的怪物呢，都会生成在这世界里面。然后我们又发现到了一只恐龙。那我们现在寻找砾石。哦，看到了。OK， 好了。哦，这有石头，那我们就丢在这里吧。我们要来丢碎这个碎石。然后呢，它就变成碎石碎块。接着呢，我们还需要木棍，我们来做一把小刀吧。那得到木棍呢，就是要来打这些树叶。哦，有了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把小刀了。有了，粗糙的小刀。然后制作斧头呢，我们还插一个纤维绳。那我们先打这些草来得到纤维。有了这个纤维，有了这些纤维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纤维绳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把斧头了。有了粗糙的斧头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砍树了。然后砍树的时候呢，这个树会倒下来，真的是倒下来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大家看到吗？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木头啦。然后要怎么变成木板呢？我们就在用我们的斧头，然后按着右键。有了，按着右键就变成木板了。然后呢，要往上了耶，惨了，我不知道往上的时候会生成什么怪物。底下那个是什么？哇，底下那个蓝色的东西是什么？底下这个又是什么怪物？然后那里呢，有一个千年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啊，这我竟然被那个阿巴亚杀死了，应该是食人鱼吧？然后呢，我又生成到了海底了。诶，这上面有一个城堡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OK， 我们上来这城堡了。哇，这城堡里有什么东西呢？有稻田。诶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有僵尸，有僵尸。惨了，这里是僵尸生存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呢，非常的冷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其实大家有发现到吗？我们的物品栏上面呢，有一个东西，那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温度。在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非常的冷。然后这城堡也没有东西啊。哇，我现在非常冷。然后呢，会扣命的。我现在非常的冷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，不然会扣命的。哇，等一下，这个又是什么怪物？哇，哇，天，太喷东西的，这个毛羽兽啊！然后是被枯弓射死。哇，太难玩了吧！然后僵尸的走路形态呢也不一样了。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
好难哦，超多怪的。然后这蜘蛛呢，跟原版的 Minecraft 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蜘蛛呢弄得比较现实了。然后这个又是什么？哇！然后呢，我又来到了哪里了？这是哪里？为什么地上呢都是紫色的？感觉这里又不是一个好地方。你不符合使用该物品的需求，所以我还不能用。原来有等级的。底下这个又是什么？底下是鳄鱼吗？小只的鳄鱼，看起来好像鳄鱼耶，但是它又不会攻击我的。哦，我竟然被戳死了！到底是什么怪物在攻击我啊？那我们现在先寻找砾石吧。有了，这里。OK， 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丢碎这些碎石。然后还有木棍。先做一把小刀，然后还有斧头。OK， 有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砍树吧。然后呢，还要调出这些橡子，挖出木板，做一个工作台吧。我们再做一把镐吧。OK， 有了。然后呢，挖一些煤炭。惨了，快往上了！哇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突然爆出一个怪兽哎！哇，什么鬼啊？挖到一半煤炭，突然爆出一个地魔哎！哇，刚刚真的吓了我一跳哎！我竟然被地魔杀死了，刚刚真的超夸张的，突然爆出一个地魔哎！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怪物？长得好丑哦，耶鲁，这个怪兽叫做耶鲁，然后会攻击人的吗？感觉不会攻击人的。哇，走到一半竟然被枯骨射死。然后这里又是哪里？又是个寒冷的地方。哇，等一下那个是什么？哇，等一下还在碰冰吗？等一下这是什么？雪怪。等一下这个是什么？雪蜘蛛吗？它在攻击我了，赶快逃，赶快逃，赶快逃。等一下我看它脸长什么模样的。超难玩了，又被这个雪鱼者给砸死了。然后这里又是哪里呢？哦，等一下那有两只蜘蛛，我觉得我们赶快去那里吧。诶，等一下为什么那里会着火啊？是有岩浆吗？还是有什么喷火的怪物？哇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里全都着火了？哇，这地形呢都被烧烂了。哇，有龙！哇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喷火龙。哇，等一下我们发现到了喷火龙了。哇，原来这模组呢还有龙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朝向我过来了吗？哇，等一下，朝向我过来了。哇哇，我竟然被龙粉化了。哇，说真的，这个模组呢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噩梦的，真的超多奇形怪状的怪物出现了，而且呢也非常难生存，我现在真的玩到崩溃了。然后这个模组的下载网址呢我也放在影片说明中，大家可以下载玩玩看哦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是玩 RLCraft 模组的影片，希望喜欢。 OK， 那我们这期的结束，如果说在我们去还没订阅朋友们，是不是订阅订阅朋友们旁边谁当叫朋友们丢失心，然后 FF 的这个连接存在影片说明中关注哦。 OK， 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If you don't have our money, then I don't accept.